九，你上次讲创造自己的销售漏斗，收集名单很重要。那名单收集后呢？名单收集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和销售啦。啊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交易。在销售漏斗的第三步骤啊，就是留下资料之后，保持一个固定频率的联系，然后成交。这个阶段呢，就可以使用自动回复信件的系统，它的连续自动发现的功能。 重点呢，就是在每一封信件的内容啊，是否让收件者感到价值，而不是纯粹销售的广告信件，让他愿意去继续收你的下一封信，而不是去退订你的信件啊。那这个步骤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在不断的提升消费者他对你的信任感，也就是建立你的个人品牌、树立你专家地位的重要阶段哦。当你在客户的心目中是一位美妆专家的时候。 那你说的话才具备影响力，你推荐的产品呢，他才愿意购买。而每一封信件的最下方啊，都可以去安插你的这个商品的链接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他就会去点击来观看，这个就有可能直接在线上下单之后购买，或者呢是在最后一封信呢去强力的介绍一款你觉得最有价值，而且价格就比较高一点的商品。因为呢，会持续去收看信件的人啊。 已经对你产生了极大的信任，这时候啊，你再提供高单价的商品文案给他，成交几率才会提高哦。通常啊，最后一封信都已经是第四封或者是第七封了，这个啊就必须要看你销售商品的价位高低来决定。好棒哦，原来这就是销售漏斗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最标准的销售漏斗，从最大量的曝光。 然后慢慢找到愿意留下资料的这些人，再到愿意持续接收电子邮件的这些人，最后呢就是愿意购买的人，就这样呢不断的去循环啊，让这个整个行销流程全部自动化的去运作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名单，然后越来越多的客户咯。嗯，我明白了，这样就变成一个行销的 SOP 了，听起来变得很简单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大家不都这样做就好了。 那我还有机会胜出吗？哈哈，那我问你，你以前会知道这样做吗？嗯，不会。我以前只想过要在社群平台贴文章或产品的照片。是啊，别说你了，就连很多商家他开了店都没有想过要规划自己的销售漏斗。大多数的人啊，都想的很单纯，就是把商品上架，然后曝光，然后呢就等着客户来买。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卖的东西， 别人也都有在卖，那客户为什么要找你买呢？例如啊，现在的拍卖平台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去上架商品卖东西嘛。那消费者呢，只要去搜寻这个商品的名称，就能够找到一堆相同的产品。我问你哦，你会找谁买？当然是看谁卖的便宜，就跟他买喽。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。没错，这就是消费者的思维。当你销售的产品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时候。 而且又放在拍卖的平台，那消费者呢？他很容易就直接搜寻类似的商品，然后去找到一个最便宜的卖家，就完成交易了。而你的产品呢，因为价格比较高，就卖不出去，于是你就只好降价，最后呢，就形成了大家一起销价竞争的局面。如果你是卖家，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嗯，只好赶快去找找看有没有新的商品是没有人在卖的吧。很好。 抢先上市新的产品，才能够排除竞争对手，保持利润。但是竞争对手是不是过了没多久，又会找到跟你一样的产品来卖？然后呢，又落入了销价竞争的循环里面。对耶，所以我就必须不断的找新的产品和新的客户，对吗？哦，真的好累哦。其实啊，做生意常常是这样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多做一件事。 就会容易让客户留住，持续跟你买东西哟、哦。哦，真好奇是什么事？就是建立品牌啊，只要去建立良好的品牌知名度，客户就会因为对你产生的信任感而持续跟你购买。舅舅，你是说像 SK two、LV 包这种一听就知道的大品牌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？你说的这些大品牌啊，都是大企业。 累积了很长时间的努力，才有了今天的成果。虽然很值得我们去学习，但那不是我们个人创业家一开始就能够模仿的路线。所以我说的品牌啊，可以利用现在自媒体的力量，先做出自己的个人品牌。而个人品牌的组成要素呢，有两个关键，一个是专家地位，另外一个就是人格特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谈到的销售漏斗持续在做的事情哦。 拥有专家地位就能增加自己的说服力。可是我不太懂，为什么人格特质也是品牌组成的关键之一呢？因为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特性啊。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，对吧？而个人品牌呢，除了必须具备该行业的专业知识以外，展现自己的个人特质，才能够吸引更多相同爱好的粉丝。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说你喜欢美妆？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你是那前百分之五的专家吗？呃，我应该还没有那个资格吧，毕竟有那么多前辈比我更资深。所以我说，创造个人品牌啊，并非只有专业，因为比你更专业的人大有人在啊，人外有人啊。如果只是比专业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没有绝对性的优势。但我们只要能够做出自己的个人风格和特色，再加上必备的专业能力。 就能够让自己与众不同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就一定能够明白。你有买过保险吧？有啊，而且一年还花了好几万呢。好，那你当初买保险的时候是找谁买的呢？嗯、呃，我的好朋友介绍的一个阿姨。你认识她这个保险业务员吗？其实认识好多个，包括我自己的同学，也有人在做保险。那为什么你会找朋友介绍的那个阿姨买保险呢？因为我朋友说那个阿姨已经做很久了。 而且他会先耐心了解我的财务状况和家里的环境，还有我的工作情形，然后才开始建议我买什么样的保险。但是我那个做保险的同学一来找我就跟我说，他们家公司出了什么一个很棒很棒的产品，叫我赶快买，不买会后悔，让我感觉不太好。所以我后来还是找我朋友介绍的阿姨买了保险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卖相同的产品。 但是却会因为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同而有不同的业绩表现，而每一个人的服务态度呢，其实就是个人品牌的展现哦。哦，我懂了。所以，我们所展现的态度与专业，都是代表着自己的个人品牌。没错，越成功的人啊，越是真正懂得如何经营个人品牌的人。销售漏斗的行销步骤：一、最大量的曝光；二、 愿意留下资料，三愿意持续接收电子邮件，四愿意购买，做出个人风格与特色，加上专业能力，建立个人品牌，树立专家地位，让客户留下来。